还来关心2022现代呢，这个近日荣获了由 cars.com 颁发的家庭电动车首先殊荣。除了宽敞可调节的车内布局，可为亲子出行提供足够的空间，而且呢，该款车型也被编辑称赞驾驶体验不输传统汽油动力车。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现代汽车 IONIQ 5电动休旅车被 cars.com 评为家庭电动车首选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大奖，一语展示豪华、家庭、物超所值以及通勤四种类别中最佳的电动车。北美现代汽车产品计划总监 Ricky Law 表示， IONIQ 5具备家庭喜欢和需要的所有功能与条件。对于想要环保车款的忙碌家庭来说， IONIQ 5宽敞的内部空间、超快速充电以及 V2L 双向车载充电器使其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Cars.com 的首选大奖是其编辑根据初步测试以及车厂规格所推荐的车款。总编 Jenny Newman 表示，2022现代 IONIQ 5具有宽敞的内部空间，可容纳亲子长途和短途旅游所需要的所有物品。IONIQ 5的后座可前后滑动，无论是在车后箱放置大件物品，还是在后座装载儿童座椅，车主都能有足够的灵活性。顶配的 IONIQ 5 Limited 版本则为 IONIQ 5的全景天窗提供了内置和可伸缩的遮阳板，带给父母顶级享受。IONIQ 5在高速上轻松且沉着的行驶表现，令其在众多电动车款中脱颖而出，这让现代 IONIQ 5的驾驶体验不逊色于许多传统汽油家庭式休旅车。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家庭来说，2022现代 IONIQ 5应该是他们的首选车款。借助尖端的 V2L 车载充电技术，让 IONIQ 5成为充电器，车主可为电器设备以及部分器具充电，同时这个功能也可以在家庭停电期间为家庭电器供电，甚至为其他电车充电。了解更多详情，请登入北美现代汽车官方网站。中天中望，真理报道。